宣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敬拜新绵羊诗选第429首，安稳在耶稣手中。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读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二节。神
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这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正道，子上帝与儿皇帝，子上帝与儿皇帝。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需要主，需要主的话语，其实是因为生命的关系。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涓涓细流所灌沃的是在平安日子里的稻味。怎么说呢？随着年岁与日子过去，可以观察到四季在树木上的影响，开出花朵，结出果实，枝叶繁茂，还可以遮阴。它的生命力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得到像是潜移默化的供应，阳光、空气、水。树木栽在有水源的地方，先天就占了上风。我们有主的话语的供应，就容易在属灵生命上面茁壮成长。在我家的顶楼花园中，有许多花木与果树，其中有许多植物能够生长得茂盛，蛮有希望的，是因为它们容易获得雨水和我的浇水。在炎热日照强烈的夏季，屋顶是一个严峻的空间，温度与蒸发使得水分的供应成为主人重要的每日例行工作。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都珍惜主的同在，乐意跟上主的脚步。这样的关系带给我们属灵的供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而主的话语除了有声的文字的，还常常有静默中的言语和灵里的呼吸。他对我们的讲话是生命的供应，也常常有提醒与安慰。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这枝子若是稳稳地接在葡萄本树上，就能显现像它一样的生命力，结出生命的诸般果实。有了它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有耶稣的生命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并且很奥妙的是，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使得我们与上帝之间，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天父，并向他祈求祷告，没有违和感。从小我就有个疑惑，因为在教会中，我听到其他人称我爸爸为赵麦公弟兄，而我在主日学里面也叫我小弟兄，那么我岂不是跟我老爸平起平坐，可以称呼他弟兄了？这个恐怕，哎，要知道我们小时候老爸的地位跟力量是很强大的，违反了他的，那挨骂吃棍子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到老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住在一起，
真的像是朋友一样，彼此讨论倾听，也彼此尊重。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主内的弟兄，他仍然是我老爸。原来我们父子都在主的面前祈祷，读圣经，相信同一位天父，我们里面的生命也都是属乎基督的。有人说上帝没有孙子，意思就是这样。我回家还没到，远远就听到我老爸房间的电视机的声音。我要找我老爸，他就在隔壁房间里，一找就到。但是天上的父眼睛看不到，要如何找他呢？除了祷告上帝，天父与我的关系要怎样才确认呢？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除了祷告时仰望的对象是天父，当有人质疑耶稣的身份，也怀疑耶稣所称他力量的来源是父，他们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呀？他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原来主耶稣所说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和真理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祷告之处他就在那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祷告祈求他就垂听，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全。而若是有人处在平安日子以外的，失去力量失去盼望的那些日子，上帝的无所不能可以将极大的平安与保守成就在那些需要又愿意祈祷的人的身上。你看，若是我们家里的人突然遭遇重大的疾病，碰到棘手的交通事故，在事业上被欺骗，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或是突然被小人陷害，必须走下主持的位置，这些状况有时是双重的，或是接二连三的打击与挫折，让人迷失在忧郁与苦恼的迷雾森林。家人突然卧倒在病床上，要带给病人与照顾者许多重担，大家都不知道这种医疗与疾病的煎熬到底要持续多久。同舟共济的人都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主耶稣带来给的我们的平静安稳呢？我们需要疗养休息，这一份坚强与走下去的力量，我们需要主在旁边支持。真的，我们需要主的同在。主耶稣对门徒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人曾经说，在大使命里面，主说，你们若是这样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对于有领受这个呼召的门徒，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呢？主的同在不但是给他的门徒，也给那些听了且去遵行的人。谈到遵行主的命令，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这就像是某些信仰或是观念所说的有拜有保佑那样，有拜有保庇的。假如我跟上帝不太有关系，对耶稣的认识也不多，那么我怎么有机会获得上帝的恩宠与青睐？如果上帝爱世人，但他只把永生以及好处给那些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其他人怎么办？那些没有去教会参拜的人，他们的机会在哪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基督徒一样会生病，一样会遇到重大困难，上帝的保守与看顾是不是只给那些比较有信心比较有条件的信徒呢？在神医布道大会中排队排那么长，
假如这个医治团队没有作假的话，那个队伍的最后面你得要用望远镜才看得到啊。但是聚会时间有限，那么没有排到的人不就没希望了？请问上帝拯救的队伍是不是可以接受插队啊？上帝的恩惠与慈爱是不是牧师、长老或他们的家属可以优先呢？请问神迹与医治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吗？对于基督徒，我们再讲白一点，我们要用什么来争取上帝的注意？对于神学家强调的不以行为换取恩典，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来得到上帝对我们的帮助呢？我们遭遇困境，没有即刻获得主的医治或是突破困境，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那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小呢？我们服侍主不够多呢？我们奉献也不够多啊？是因为我们读经祷告太欠缺吗？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到这些不顺利，环境上也被卡住，所以无法突围。我们人生的期待很高，我们环境的需要也很大，然而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做的却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走错门路了。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环顾四周，我们的帮助在哪里？上帝的帮助总是在的，但是救援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看一下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五章一开始，这卷书的写者约翰看到这个情况他就大哭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希望，而且是彻底的绝望。因为全宇宙，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以及地底下的，上帝的受造里面包括人类全体，甚至天上的使者天使，没有一个够资格的。上帝所安排的救赎与荣耀，所有一切他的安排与设计，都必须要有一个合乎资格的来展开上帝的书卷，揭开完全封密的漆印。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原来只有得胜的、掌王权的这一位，也就是用自己所流的血买赎了全世界的人来归于上帝的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也就是曾被杀的羔羊耶稣，他将绝望的全世界翻转，彻底改变了永恒的世界。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也就是从土质受造的亚当老爷、夏娃老娘主，承继了他们的本性与罪性，这一份力量在我们里面载制我们，就像变酸的乳酪，同时存在着善良与变质。这在我们信仰中称之为旧人、老我、老亚当的势力。圣经上使徒保罗所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就是这个在我们里面习惯主持国政的势力，为了要当皇帝、做老大，统治我控制范围内的家庭、组织、社会乃至于国家，我可以无所不为，烧杀掳掠、偷抢拐骗。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中相当清楚的，甚至像俗谚所说的，请鬼拿药单，魔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也就是服侍的要跟他交易的失去永恒了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是躺卧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古时候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为了要跟异邦契丹打交道，甘愿做傀儡的那一位，他图一个做小范围的老大，就进攻求助于外国势力，并且对他自称儿皇帝。他能做多久啊？一样，我们若是向错误的对象求助，那结果就是我们
以及我们的老我势力掌握了局部短暂的版图，结果却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耶稣就是天父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永恒生命，领受了他的生命，这份得胜的生命将使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基督徒的成功不是穿着全副军装向上帝宣告说，让我为你打一场胜仗，来荣耀主的名，然后我也可以在世界上扬名立万。说老实话，那是宗教行为。我们能得胜是因为我们够聪明，我们紧紧拉着耶稣的手，请他率领我们前去作战，面前所有的疾病、困难、煎熬与痛苦都在他的一句话里面得到解释。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获得力量。对于还没有正式决定想要相信这份信仰的朋友，你可别说啊，我不好意思祈求，因为我跟耶稣不熟，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相信耶稣，他绝对不会强迫你决定什么的。但是在你还没有交出你生命主权的阶段，你可别忘记三而一的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耶稣他是子上帝，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三一上帝就已经认识你了。你对他不熟，但他是永恒的上帝，他对你可熟得不得了。而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完全是因为凭借着耶稣跟我们换来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才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称呼上帝为天父。我们的信仰确实有关系的存在，但却是与主有生命相连的关系，绝非这个世界的拉关系靠裙带。而我们的生命力量真的是与主耶稣这位三一真神的子上帝有携手同行的生命关系。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决定是要在短暂有限的人生里面当儿皇帝，还是我们可以透过子上帝耶稣基督来拥有他永恒的生命，与他一同得胜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啊，真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我们面对你主啊，我们实在必须向你祈求祷告，说主啊，恳求你将耶稣基督这份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将你的生命力量赏赐给我，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运用这一份你同在的力量，与你同行，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我们的手求你紧紧的拉着，因为我们恐怕会抓不住抓不紧。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知有限，我们所能有限，而且我们力量微小，但是靠着你，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极大无比的力量，靠着你我们凡事都可以行。亲爱的圣灵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份平安安息，让我们稳稳地倚靠你。我们信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信因为我们相信你，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许多在医院长照环境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处的环境真的是不容易的，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你时时的借着圣灵的同在，将这份平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握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确实能够帮助我们。
确实能够引我们进入到永生永恒里面去。主啊，谢谢你，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歌，你的话。
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参透万事，也知道我们人心所隐藏的这一切。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帮助和保守，让我们行走在这个天路上面，我们可以有力量，有智慧，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相处得好，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朋友相处得好，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面发光。我们能够成就你美善的力量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亲爱的圣灵，求你多多的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把你那份极充沛无比极大力量赏赐充沛在我们里面。主啊，这是我们向你所祈求所祷告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祝祷，我们一起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愿上帝赐福听从他的话语的人，愿荣耀和赞美归于他的圣名。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